する。
个车啊，这个车，那是从右边过去吗？试试看嘛，因为我突然看到这里凸起来。就是因为他插得棒棒，所以我很犹豫啊。你单人的你很不会坐哎、欸，单人的你很不会坐。就拉到那啊。这样子到底去不去得了这个啊？那去不了，现在能怎么办？坐单人啊。
往前面走，往右也可以啊。往右就是。让谁来走路啊？啊？那你要往下吗？好啊，往下也可以。往下往左切。好，那我跟你。往左切就可以。这样子要走这一小段。这是小雪吗，某某？嗯，这是小雪吗？不知道。都没。奇怪的痕迹啊！啊？我是说隧道，可能像是有人在画的一种。很深哦。我告诉你哦，这边右半边是鸭血雪道，左半边是松的。嗯。然后我们要用松的切过去。哦，你先。那就一开始就用松的，好，慢慢啊。好、哦。应该没什么。那个缆车上去就是我刚路过的地方，你要再滑一次的意思吗？啊，不然现在要去哪里？嗯，就是说这里的好像都收收，我想坐再看。一路，嗯，我看一下地图好了。你那台不就到这而已吗？对啊。中间切过去的方法，应该是要去那台吧？灰色这台是不是？你说啥？灰色屋子里。是啊，哦，那个不知道是出口还是入口，总是先坐这个看看要不要。好、哦，好走。这看起来是很和平的活动。
对对对。你说什么？汗滴。不，我屁股先打压住。雪粘在外面，粘在雪镜外面。我看一下 GoPro， 没事。但我 GoPro 没在拍啊。有在拍。有吗？帮我拍不起来吗？对啊，但是最后开着以后就开着，到现在都没事。这店好像很可爱。这里又没有风了。对啊。趁着没风的时候让它热一点。快冷死了。现在变成我觉得还蛮大的雪呢。我刚刚就跟你说，这雪还不叫大吗？很大片呢。啊，今天多下一点，明天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怎么天好像有点很亮的感觉。太阳最后在哪里？对啊，刚刚有出来一下。嗯，这店很可爱，不知道是买什么的。K 歌，他还会弄音乐。